中国卧鼠采取方明哲保身，并不因为反抗就能带来改变，有时更糟，并不因为祈祷就有美好的明天，有时更绝望。反抗者一生奇经苦头，祈祷只带来片刻的安慰麻醉，暴虐与荒谬并非只在一时一时以有牙对抗无牙，多么可笑愚昧。萤火虫如何照亮黑夜，烂石里的温暖，冰雪里的仙境。没有永远的白昼，也没有无尽的长夜。天狗契约总会偷取，夸父追日始于烈焰。全世界的痴人，古往今来的做梦者啊，都应该醒来，也应该睡去。随波逐流，随遇而安，做一个装学的人有什么不好？在时代的强风巨浪面前，沿途的食盐柠檬不是迎风而折，就是伤痕累累，欣欣向荣，满蒙苍夷，战火熄灭又难，悲剧与余兴总在重复上演，灾难不断，快乐与己多么胆战，多么胆战难得。你的智慧与钱财只是用来自保，明哲保身超然物外，不要让铁锤砸到自己身上，让洪流从身边流过，让烟火在远方飘散，把不幸与忧伤交给时间与死亡，也不希望他人猛然承担。